欸干，你不觉得这次自然有点难吗？屁啦，简单到爆哦。好，我今天要来访问一下大师了。啊，大师大师。欸，疫情欸，疫情口罩请戴好，大师。大师，我这题有点不太确定，可以教导一下吗？哦，那个，你看，16加2等于多少？18，18。那你看 ，C 到猪的距离是？哎，是3呢。3对不对？16，18除以3，6。哦，有点东西耶。OK OK， 我懂了。啊，再一题，再一题。欸，疫情还通知，口罩戴好。本土案例，下一个就是你。没关系。这题18题，我有点不太确定，这个时间轴很困难。哦，这个简单。你昨天晚上在干嘛？打手枪，要不然干嘛？打手枪吗？你的东西。我靠！哎，你很猛哎。算你厉害，再一个，再一题，再一题。学乖大师。哎，这个42题。哦，这个高度啊有点困难。高度。哦，我知道。这个嘛，大师身上。不要啊，我忘了放哪里。都会带一个工具。躺着的高度吗？哎，请问你要拿尺干嘛？好，你看好了。这个100公分的地方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从这里好了。对啊，不是100公尺吗？哦，100公尺，哦，100公尺的地方，1.5。好，这个2R 的地方，比1.5还小一点，所以呢，比100还小的就是80了。我靠，真的哎！你自己量量看。看来这个长度你还蛮熟悉的嘛，普马哥。比 1.5 还小一点哦，真的哎！哇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吧？太神奇了吧！大师，你真是学霸哎，怎么连自然都会？我每天喂鱼不是喂鱼。哎，疫情。没有。干嘛？